自己慢慢练，一个个动作去练嘛，就练了呗。全红婵介绍一下，就是你能跳满分的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是怎么样做到把水花压得这么好的？慢慢去练呗。看到这么多的记者，在你的比赛生涯里，有没有要比赛更紧张一点？有。啊。感觉比赛还要紧张。啊。